大家好，我是 Greta。 今天就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有幾款不同的方法去、由 tripod headstand 即是三頭倒立轉入這個財富 rounder 的。其實 tripod 是一個、很 versatile 的一個、headstand 來的，即它有很多個不同的種類，它可以變化很多不同種類的花款，咁亦都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先至做返個 Chuckle Rounder 嘅。你可以由 Tripod 轉咗好多唔同嘅arm balance 先打返去呢個 Chuckle Rounder 嘅。咁但係呢，我就想同你分享下幾款比較唔係咁複雜啦，但又好好玩嘅 transition 嘅。好，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就是咁啦，咁下次你由呢個 Tripod Headstand 跳去 Chuckle Rounder 嘅時候，你可以試下以上嘅 variation 咯，咁令到你個面 Yasa 咧好玩啲嘅。下次見，拜拜。